直唱到尾哦。穿蓝色衣服的小弟弟，哦，中间副歌要不要来一下？好的，来弟弟一起来好不好？哈，嗯，通过西瓜点滴滴，是我爱到无力的理由，不通当家想出变朋友，才来我家阿你目睭。也是我爱感情，起落着想。哇，掌声鼓励，这一口就送给你啦。啊，我跟很多好朋友，因为阿弟把酒，阿弟把酒，阿弟把酒，阿弟把酒了，阿弟把酒，哇塞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来先跟大家现场问候一下，大家好，家里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徐富凯呀。看得出来你是徐富凯啊，您知道吗？我十点半上高速公路，我想说，应该我预计啊，我从高雄开上来，你两点应该到家，因为徐没到哈，小米才几点没到家哦？对，没到家，对，太早来了，就我一来呢，我想说来看一下舞台搭好了没，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可能今天太阳比较大，都已经跟他们讲说两点开始，他们十二点就来排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好辛苦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就是真的很喜欢你的电影，我刚懂你了，来做一下市场问卷调查，赶快赶快。飞哥龙来，亚杰庆怎样不？你看两个有无？三，你嘛是哦，你嘛是哦，三个，三个飞哥龙。而且我刚刚听他们说，我专程从高雄来的呢。哦，那边的拿照相机的太太也是哦，四个、五个哦。哦，那有没有我们？还有没有从最远的地方来的？你觉得？台北？哪里？屏东哦，对，屏东。基隆，基隆哦，你专程从基隆来家看徐富凯哦。半姐吹笛书，你第一个报名哈。无问题。吹笛书哦，哈。无问题。阿妈讲我从来唔捌叫做啥物吹笛书，哈哈哈。但是你讲去，我就去哦。阿妈真够 Q 的嘛，会使吗？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拍照，来，我们工作人员，你先背转过来。